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世宏，Midi Yang，今年25岁，狮子座 O 型血，我是在台南长大的，平常的兴趣是弹吉他以及写歌、写词、写曲这样，所以这次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就是原创这个比赛，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我，然后更认识属于杨世宏 Midi Yang 的音乐。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。一定是我太可爱，一不小心删掉了你的来电。听说你下雨时间吃饭，我才没空陪你吃饭。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，见面变成道歉大会，晚餐配上你的忏悔，尴尬的是不是瞎眼？我最讨厌你装可怜，虚假表情，说谎的嘴。今天我绝对不付钱，因为你浪费我时间。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因为你浪费我时间。呜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世宏，Midi Yang。那我平常就是用这一把木吉他来写歌。虽然我觉得弹吉他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，因为你左手要按弦，然后右手要很忙一直弹。不过我只会吉他这个乐器，所以我只好用它来写歌啦，耶、那我自己写的歌，平常很多是一些小品的比较民谣的歌曲，然后也有另外一些我自己写的歌是属于比较怪，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音乐类型，所以希望在这次节目上可以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杨世宏 MIDI 一样。那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》。那这首歌的故事是，当时我接到我前任打电话过来约我出去吃饭，我在家里面纠结说啊，我到底要不要去？然后最后我决定不要去，因为实在是太尴尬了。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了一首歌，幻想说如果当时我去了，会是多么尴尬的一个情景。然后这首歌要用非常可爱的方式唱出你对前任的恨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耶、yeah!！